这是小鬼子的仓库了，哎，身边可以弄点粮食。哎，姐，你们什么时候上？等会儿，等小鬼子们都睡熟了，我们再杀过去，杀他一个措手不及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嗯，我们从后面绕过去。好，走，走。 Hehehehe
有人袭击我们仓库。 不要再跑了！嘿，等一下，丹佐，你得回救吴喜春！嘿，给我来！巴吉亚鲁，吴喜春，又是你！
杀了那么多中国人，天照大山也会保护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。 老娘在这儿呢，留着你过来。哎，把他干掉！好，过来，放开我，干什么？姐，过来，放开我，干什么？见好就收吧，鬼子的援兵马上就上来了。说的也是，行，那老娘就让那个武藤狗日的再多活两天。走，咱们去把他们武器给捡了，把自己的家伙都带上啊！走，把东西拿上。哎，哎，哎，哎。